你好，王一涵，先恭喜你进入决赛，今天打得非常辛苦，一路过关斩将，到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整一个今天打得还可以吧，就是，可能在第二局的，比分相持的时候没有把握住，后面，就被对方又摆回了一局，但整个的一个状态、心态上还是没有，被对方给破坏吧，还是按照自己原先的一些打法去跟对方就是对抗。在日本公开赛的时候，你也遇上了同样的对手，今天打起来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因为之前一场也是跟日本人比赛，所以他们对我，而且都是在日本公开赛打过，所以他们在战术上对我就研究的比较透一些，所以很多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线路被对方给看住了，而且一些拿分手段，对方都防的比较好吧，所以给自己造成了一些的困难。明天你将有可能对阵丹麦的一号女单选手，也是本次赛会的夺标热门。你打算怎么准备这场球？还是认真准备吧，因为跟他打过也好几次了，所以我想他如果胜了，他也会很认真的对待我的吧。所以不管场上我觉得发生一些什么情况的话，我还是会尽力去打，就是不管领先啊、落后啊一些，就战术运用的不好啊，自己还是要尽力吧，还是。好，谢谢你啊，预祝你明天成功。